就这样轻飘飘、柔软，然后凉感，然后里面的内衬也非常的舒服。白色你不用担心透，因为我们在里面有加一个内衬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我觉得就会让你这样轻飘飘、漂亮极致，是整个大弹性的。所以不论你是 S 号还是 M 号、L 号，只要你选对尺寸，会非常的舒服。我身高161公分，基本上啊，小个的高个都没有问题。那今年最流行的裙的长度就是在这个脚踝啦，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就是很顺身，然后是就是后面呢也有帮你做这个松紧，还有空间，所以也不会紧贴住你的大腿，还有屁屁的部分，是的，完全非常舒服。然后侧边做拉链，隐藏式的。然后呢，它整体的剪裁版型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。